宋定窑白瓷华花双幅文玩，收藏地点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文物图档编号 KEB00-2501N-00000000PAC。 朝代宋，类别陶瓷器，功能文具文玩。圆池口，周壁上封下销，带铜扣，圆底矮圈足，器内壁华双幅水草纹，牙白釉色带灰黄，内外壁有多处摩擦使用痕迹。定窑窑址位在河北省曲阳县建次村燕山村一带，窑厂广布，是宋元时期北方最著名盛烧的白瓷窑厂。